一开始就哎，谁的鞋板？有人的板搬进去了。那可能他是在坐车的时候掉了，他会来找。是这样吗？一定是吧，不然怎么可能在这里？我又不想浪费他这一面。哎，这个是单脚的。这个是单脚的。完蛋了，他叫让他叫下去了，要死了！他真的行吗？他用一只脚推啊。没有没有，一只脚可以滑。好厉害哦！他不要做右转就对了。但是他那个、欸，他真的行，他真的行。但是那个，小屁，很危险。但是，很危险。